大家好，我是半瓶醋，今天想要聊聊古墓奇兵。21岁的罗拉·卡福特在父亲失踪之后，一直不愿继承家产，选择在东伦敦街头当单车快递员糊口。而在他发现了父亲留给他的讯息之后，毅然决定前往日本近海的秘境岛屿，探索父亲最后出没的地点——传说中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之墓。而探索的过程极端危险，在他千辛万苦抵达秘境岛屿之后，又发现岛上早已有神秘组织圣三一所派遣的考古挖掘队。原来卑弥呼之墓潜藏了重大的秘密。The fate of humanity is now in your hands.古墓奇兵的罗拉·卡福特可说是电子游戏史上最为知名的角色之一。在1990年代，那个游戏 3D 模组还在初期发展阶段的时代，游戏制作者为了让玩家理解罗拉的女性身份，创造了一个胸大、腰细、嘴巴也巨大的模组。据说罗拉的胸部还是创作者一时手滑不小心做大。而这种女性性征极度夸张的游戏角色，过去在好莱坞也只有安吉丽娜·裘丽这种五官超特色化的女明星才有办法扮演。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到了2013年。古墓奇兵第三度重启时，罗拉·卡福特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细致五官的女性角色。可是即使是这样，新版的电影选择艾莉西亚·维坎德，一开始还是个令我颇为意外的选择。即使是改编自2013年版的游戏，跟游戏中的角色比起来，她也显得太过娇小单薄。而艾莉西亚·维坎德之前所饰演的角色，则多半都带有气势强硬又不肯服输，可是又极具女性魅力的形象。这种小芝麻又经常呈现傲娇可爱气质的演员来扮演罗拉·卡福特，在一开始显得有点诡异，但是我在看完电影之后却觉得制作群的选择相当的巧妙。成为冒险家之前的罗拉只不过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电影的前15分钟与其说是古墓奇兵，还不如说是超级快递的女生版。编剧花了一段时间来经营罗拉还没冒险前的日常。这个时期的罗拉虽然运动神经发达，智慧过人，但是经验与力量都不成熟。电影片头的练拳戏，他连健身房的练拳对手都打不过，甚至开始冒险后，连在香港的路边问个路都会被当地年轻人欺负。因此，在电影中后段的孤岛探险中，每当他遇到各种危机时，都险象环生，每一次的危机都度过得相当辛苦。然而，也就是因为这些危机对罗拉而言都如此的困难，更因此显得这个角色敢于孤身对抗凶暴男性反派的勇气有多么不容易。这也让片中的冒险与打斗场面，都加入了一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热血澎湃。而且看得出来，艾莉西亚·维坎德对于演出这个角色有多么的认真。为了演出片中的动作场面，她把自己的身体练得相当的结实，这让她在荧幕画面上同时兼具了强悍的肉体与可爱的五官。当她笑起来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么的疗愈；而当她拿着弓在丛林当中奔跑杀敌时，却又带有那么一点兰坡的利落与剽悍。而新版的《古墓奇兵》的故事剧情基本上是改编了2013年版的游戏，在视觉上的还原度相当的高，但是却抽离了原本游戏当中的奇幻元素。同时在剧本的编写上头强化了对亲情的描述，这一次罗拉对父亲的依恋与情感相对于上个版本描写得更加动人。在这一点，演出罗拉父亲的多米尼克·维斯特功不可没，他与艾莉西亚·维坎德的表演互动很有化学作用。罗拉·卡福特终于不再只是个冷若冰霜、只会飞檐走壁的性感尤物，而是个会对亲人撒娇、明知任务困难到会牺牲生命却还勇敢迎向未知的少女。整体而言，《古墓奇兵》是一部难得相当忠于原作、娱乐性也极佳的电玩改编电影。它拥有精致的动作场面、优良的改编剧情、游戏的视觉还原度高，又适时保留了电影的独特性。艾莉西亚·维坎德同时展现出了娇弱与强悍、可爱、性感与热血。她虽然身材娇小，可是却充满了魅力。Put it down. It's your finger that's pulling this trigger. You messed with the wrong family.Can't be too careful these days. The world has gone bloody mad. I'll take two. 感谢您的收看，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